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唉，不是我头路吃不着，是阮头家给我唬回来啊。恁头家哪有讲啥啦？来今仔日时阵，刚要来请你回去上班的呢。是啊，爸妈，之前我甲孟哥伫公司有淡薄仔意见啦，我甲丽芬嘛为着这件代志，我真无欢喜，我嘛知影讲恁真烦恼啦，我是讲心内真袂得过，所以我今日是特别来甲恁提一个实例，一方面我嘛是来请孟哥，搁等来公司上班啦。哎，好啊好啊，哎，安尼足好个呢。好啦好啦，安尼好。我看唔好。沈姐夫，你若是有生意，拜托当公司上班。喏，安尼我是非常感谢。不过拄才你讲话安尼咩咩夹夹，意思敢那是讲，即阵仔你甲沈姐伫冤家，你还讲当公司上班，你通好做一个真正来踢沈姐的嘴。较简单讲话啊，我当你上班，以后你甲沈姐若是个冤家，你才有什么本钱着我。无结啦！啊，恁三姐夫就亲身来请你登去公司上班啊，敢着讲话对安尼哟？爸，我讲安尼无唔对啊！三姐夫若是为着要暗恋三姐，才搁登公司上班，安尼也是蛮好啊啦，较免以后搁变面啊。莫个，我知影公司有真济代志你无满意，啊，不过你应该感觉会出来讲，我拢尽量伫让你啊，我尽量伫甲你讲道理呢。我是你的姊夫，啊，你是我的舅仔。过看安怎讲，咱嘛是做伙艰苦，做伙打拼过来啊。公司内面有啥物代志，你有意见的，你应提出来讲嘛。你无必要安尼晒太啊，啊，啊，坐无欢喜，你就讲不爱做。啊，即嘛景气无好，工课无好找，你双手闲闲安尼伫找嘛，不是办法嘛。啊，就即嘛，倒一要替你介绍女朋友啦。你也知哦，即嘛是查某囡仔咧经理，不是你经人。迄嘛是我代志啊。你又过来啊？你就是安尼，你未堪你人甲你讲两句啊？你阁想能阁继续安尼哦？我唔敢把业务放互你做，我客户账号还互你得失了了。讲起来真多谢你对文杰的栽培啊，建宏啊，假使讲你若是认为文杰会去影响到恁公司的生意，安尼拄啊好啦。啊，我迄烧鸡店哦，拄啊伫咧欠人，安尼我会叫文杰来我店下上班。啊，伊若是伫咧灶卡倒咧烧鸡的时阵，我相信啦。应该袂甲迄个烘好的烧鸡吼，底下烧麻才对诶。大姐啊，我即嘛是伫甲文杰检讨公司的代志咧，你看我不要讲伊这么酸。你若是感觉讲吼，你趁钱趁到吼，安尼惊死人哦，安尼拄则我讲迄话，就叫做酸呐。啊，假使讲吼，钱若是无趁那尼济吼，讲话要为鼻腔安尼出来，讲起来我嘛头家呢。所以拄则我跟你讲的话吼，都唔是酸，是咸。丽华，对家己的袂使讲话吼，唔免讲用过哦，酸的啦，是讲用过咸的啦。是啊是啊，文杰，今日三姐夫是专工要来请你回去上班的，你托三姐夫一个面子，回去公司好好打拼啦吼。我考虑看卖。孟杰，你免考虑啦。我知你是你顾虑凯莉啊，啊凯莉我有甲问过啊，伊讲你若当去上班，伊是无任何意见啦。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要甲你讲个清楚。你若当来公司，这工课部分，你都要照制度来行。凯莉若叫你创啥，你都要创啥，你免甲伊起冲突。咩？凯莉是啥物东西啊？我伫公司做业务做到下下脚的时阵，凯莉在维修店来公司实习尔，我就是袂爽，我这无想要甲伊共一间公司。伊叫是伊是啥啊？我要等公司过医生顶头，再叫人甲报告了。啊，你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凯莉讲安怎，啊你就安怎？你敢咪细汉的啊 ？OK， 你讲话要较差不多者哦。这辞职书是你家己提给我的咧，啊？我看这个，我嘛是这间公司的头家啊。你也知影哦，我今日才好嘴来这叫你回去，那是因为你的三姐是我的太太，啊，我爸妈真正足疼惜我，
所以我才会让你。啊，若无像你这种员工哦，我早就把你放出去啊。你做头家，小白我袂着。我拜托你，我是意思哦，你参啥物啊？文杰啊，啊，有话敢袂用慢慢来讲哟。我爸也真实咧啦，你嘛免讲啊。你这种后生，我无法度甲栽培啦。以后无可能搁入来我公司啊。你把这句话收回去。你甲准讲，你家己有才调，可以经过死心。你来袂想看卖啊？在你上艰苦的时阵，咱头路嘛找无，是啥帮助你度过一段日子的？你拄开一间公司，我伫个公司替你花销管财务，我是做甲无名无利的。连巴肚内面的囡仔嘛在一点仔安尼流涕，甚至我搁为着你较好钱闹到无爽快，才应该迄间公司慢慢来稳定落来。你无感谢我，你嘛爱感谢爸妈啊！结果呢？你无，你电脑当爸下面拒绝伊，无要让阮家转来哦。丽云啊，你两个先坐来。建龙拄仔跟你讲的是无唔对啦，公司是有公司的制度，工课啥物人管？就应该有什么人管？我想吼，文件应该还是要遵守才对。是啊，我今日甲你转来才甲文件来好嘴啊，你阁无欢喜，啊无我是要怎做啊？哎，建龙啊，你要来叫文件阁倒转去上班，阮是真欢喜啦。啊，不过拄只，我看你安尼开嘴安尼。一句啊，客气两句啊，客气。你莫讲丽云听甲袂堪哩，连我都听甲足碍气话啦。搁再讲吼，假使讲因为这个客气，会安尼互恁舅仔姐夫两个人都安尼冤家，啊，搁会互恁翁仔某破坏感情，甚至害阮家甲恁家，常常都为着恁的代志都安尼操烦。那安尼我看，都归去另请高明啊。都甲客人换掉就好啊嘛！我甲你讲啦，这生理界吼，手腕好业务经理吼是满满是啦。奇怪呢，我想无呢，你敢一定都爱请客人是无啦哈？妈，这客人伊无唔对啊，伊会替阮公司安牵上真侪生理咧，我是无理由个死头路。无计无法度按内大头家，所以你就该好定啊心。丽云啊，莫为着文杰的代志哦，甲建龙安尼大细声啦。做人的家哦，爱甲红事同款，当着家庭问题哦，爱互相体谅，袂用讲哦，无先想家己，啊，就去责怪着对方。安尼哦，不但讲代志哦，会愈误愈弯愈厉害，颠倒哦，永远无法度能够解决问题啦。建龙，文建吼，伊都个性吼，有较熟啦，啊，较捌代志吼，啊，算个你是我的干爷，我爱做，唔对，这是我唔好，希望你能看我的面子，吼，来包含起。我爸爸，这是恁恁头咧讲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既然你已经来这厝个啦吼，啊，我是希望讲你会当佫把文杰带去公司。好好啊，甲看家一下。爸，我无想要当点点啦。建龙，你的意思安那？爸，是真实嘞啦。这文杰，伊若无要照我的脚步来做代志，无要照公司的制度，啊，无要听凯莉的话，那我真正无法度继续请。你这嘛是安怎？爸拢已经讲开安尼啊，你都袂应该不跟好好沟通哦。也不是嘞，这嘛是公司发展上要紧的时阵啊。我讲完你妈，我讲哦，你为华人，我也袂用何文杰来公司安尼学皮布学皮管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放心，我根本就无什么等于公司上班啊。
明仔载我就把你的薪水书签签出来，我叫凯莉替你，像你的奖金嘛，你的薪水啊，所有该给你啊，我一天都袂减给你。多谢你呢，安尼我祝恁公司哦，年年春，年年富，年年赚大钱。嗯。建浩，来吧，咱倒来。爸妈，现在真是累了，我先来走。 我跟你回来呢，叫门给等伊，门给无要等，你嘛无要等啊。刘兰，跟建龙等伊。建龙啊，啊，离婚恁二姐吼，多多有迄找头路的代志，要甲离婚参详啦。我看。 等下嘛，离婚总要留在厝好啊啦，哦，好，啊，是的，小玉，你欢喜就好。你这什么话啊？你要进来？好啊啦，快走，离婚啦！离婚！离婚！ 你的婚姻比我看过更加重要。杜月山姐夫这个门都牵你的手，爸干妈看到，把嘴吹紧起来，安尼讲话，唔像吹笑白笑。我感觉爸干妈烦恼的，是我的事业，唔是你的婚姻。因为头路若无 OK， 佫找到有啊，啊，我婚姻若失去，就真正去了了。山姐。 这安那维护你的婚姻，唔是安那维护这小弟啊。嗯，对啦，文健哦，讲了无唔对啦。金钱、事业、名利、地位，是袂当哦换一个美满的婚姻啦。之前哦，恁大姐跟恁二姐哦，也捌遭受着婚姻的失败过啊。 啊，即马哦，因一个是有个找到家己的幸福啦，啊，一个是哦，无个顾身躯专项啦。为因两个咧，互你看吼，你家己目睭要闭较紧咧，看路吼，应该安怎样行，啊，我是行伫咧平路，还是行伫坎坷路？也是讲哦，你已经行到江墘啊，搁踏一步就已经跋落去啊。 是的啦，这个三姐跟三姐夫因两个这么厉害，拢是我引起的，害恁这么操烦，我真对不起恁啊。这买代志哦，唔是讲安尼一讲来发生的啦。公司的代志哦，做一日解决就好了。像今仔日哦，我来当面甲你念，上面我也是要来问恁三姐夫听的啦。我会当了解讲。 你的心情跟你的立场，啊，我也是尊重你的选择。大部分人哦，事业啦，也是讲头路啊，虽然是真重要啦，不过自尊嘛是爱顾的，莫讲为着哦，碰到安尼别人个这饭碗哦，啊，对安尼腰安尼压架安尼要断去，啊？爸，你意思是你嘛赞成我离开哦？是啊，哇，爸。 难得你这样开化呢，这家你办袂歹哦。哎，文杰啊，你哦出社会很久啊啦，哦，以你的能力哦。
甲你哦交涉，这人事关系哦，应该有法度让我再重新出发，踏入一个新的阶段啦。阿妈哦，定来着安尼哦，厝的人甲你烦恼，爱家己面对家己哦，尤其是莫让恁三姐也烦恼，知无？我知，我拄则嘛是安尼，甲三姐讲的。伊甲三姐夫感情上要紧的。好啦，那无代志，你先去买，我甲你三姐讲电话，啊。我先出来。本来吼，你甲建龙的感情是袂歹啦。唔管你甲建龙结婚迄个时阵哦，啊，你袂当安尼失眠着建龙因家的生活，或者是讲建龙当在困难的时阵，啊，恁来住伫这后头厝，恁两个翁仔某吼心拢白做伙滴。啊，是讲，即卖你甲明哦，亲像以前迄款心情，搁再来继续支持建龙。譬如讲吼。建龙就讲，凯莉吼，伫公司对这业务吼真有帮助。啊，你敢袂用讲安尼吼，较莫管恁公司的这代志。爸，即马问题不是凯莉，是各方业务在要拼事业，啥物拢无要顾啊。甚至连我阿婆的感情，你嘛认为应该唔管？袂啦，袂啦。建龙吼，若讲唔管恁两个阿婆的感情吼，伊哪会讲甲你斗阵倒转来啦？今仔日吼，就是因为吼文杰的这个立场，所以讲吼，伊讲话有较硬啦。啊，恁大姐吼，嘛有替恁两个家底啊吼来出气过啊哩，伊嘛有甲建龙啊呛声过啊，所以建龙今仔日唔才较生气。我甲想想的吼，咱也唔对的所在啦，吼，咱嘛应该好好来反省一下，袂讲拢怪建龙啦。爸，今日代志若是我做较早，建龙一定会好好啊讲的。袂像像拄只安尼，讲两句就要避免。是安那较早会用的，即马就袂用的。是讲吼，你都会晓安尼想啊，怎么建宏伊敢袂晓想？是讲吼，伊过去啊，当在困难的时阵，啊，咱就当体谅伊啊。何况讲即马吼，伊家己也做头家啊，啊，事业做个才大，哎，颠倒咱袂当体谅伊，敢想无？查某人吼，上大力量就是爱温柔。啊！那后头厝哦，上大力量哦，就是哦，包容恁阿妈无。爸，我知影，我好好关心家己。太谢啦，阿恁操心啊。哎，袂啦袂啦，哎呦，只要恁阿妈无来，当然呢哦，好好哦，什么代志拢不要紧啦，啊。好嘞。是啊，我是咧想吼选座位的代志啦。明仔载明昌，若是会当顺利吼选掉座位，安尼就会当替我来推动商店街的开发案。等地方若是发展起来，三十年后、五十年后，这个地方上下一代的人，就会记得李连发这个名。那安尼，我李家子子孙孙，嘛会当受到人的尊重啦。你讲是啊？不是？是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知影你听到我这的话，你应该是会真失望才对。那会？免受啊！爸知影讲，你要爱我栽培随堂啊，起来做苗栗的主委。安尼，伊今年若是要选议员，就会较好选，对？是啊，啊，不过爸，即马都无要栽培水塘啊。我毋是无要栽培水塘啦，其实我是都爱想较远咧。明昌若是选掉主委，水塘啊，伊要出来选议员，这边的票同款是水塘的啊，嘛袂去走去啊。弟弟的心内，
虽当哦，顶多比三宝哥还不如呢。明仔啦，我确实哦是真疼惜三宝啊。这是因为哦，我要报答恁阿姨，伊照顾你甲明昌，照顾一二十年呢。搁再讲，三宝啊，伊嘛真尊重我这个四大人，所以我听的并无白听。是啊，厝的大细汉囡仔，拢尽大家咧疼惜，到那我希望无大家咧重视，随同的将来，嘛无大家咧斗出来。哎，你的怨叹哦，我也是会当了解，啊，不过我的苦心哦，你无法度当体会。随同是你的囝婿，勉强是你的后生，我嘛知影囝婿甲后生是袂用比的。啊，不过勉强这么认真，还阁无资格。最起码哦，勉强哦较善良，啊嘛较听话啦。爸，你安尼讲的意思是？随同都无同款啦，伊的膊长较矮，伊的手头比目头较悬啦。啊，上界重要就是伊袂堪要失败。你甲想看卖啊，顶摆出来选议员啦，我安尼替开偌济钱，拜托偌济人啦，吼。啊！伊拢想讲哦，是因为我这个做老爸疼查某囝，一定都爱吼，甲伊这个囝婿吼宽便便，互伊去做议员。伊拢唔知我这个做丈人是喙齿紧夹咧，互伊去选呢。伊一个选无掉，皮肤者就去大陆，讲要去做生意，帮你带台湾咧替伊铺路，伊倘好出来阁选。你甲想看卖，伊这种的个性啦，将来咱家庭的事业，我乃是规个拢交互你看啦，将规尾会去互水塘哦开了了。爸，你嘛袂愿意为安尼，就无要栽培水东啊！我也是惊伤兵棋啦，事业交予兵枪，啊那水东伊较爱插政治，就予伊去行迄条路。安尼准讲水东若失败啦，咱到这个根嘛还佫伫个。只要咱这个家无去败掉，你的婚姻都袂有问题。明秀啊，你敢知影？我是安那一直叫你住喺厝的。你是要叫我退出来画事业啊？我是袂放心你跟随同啦，惊你会吃苦啦。爸，让别人嫁查某囝，是希望讲会当无烦无恼，查某囝来嫁出去。得完成四大人的责任，我甲你嫁予水东，我心肝内真无踏实。你会幸福未幸福？我即卖还搁咧担这个责任。我叫你留喺后头厝，就是惊讲水东会亏待你。我培养明昌，嘛是要替你留一个后头厝，就是讲惊你的婚姻闹什么万一。爸，这话哦，过去我拢唔捌甲你讲过。也毋过最近哦，我的身体真歹，我是惊讲以后无机会通甲你讲。爸，你安尼讲啊？我阁惊讲吼，明仔载若是改选落去，水东一定会对我真无谅解。你伫我甲水东的中间，真歹做人，所以我唔知要讲予你了解。我知了。你若有了解就好。水东若是对我有啥物怨言，你再替我来安大者，吼。信徒代表，啊，个委员先生，啊，今仔日是咱庙林吼，要改选这个主任委员啦，吼，啊，过去连发两任的这个主任委员的当中，予大家真照顾，非常的支持，连发啦，伫遮甲恁深深说多谢。啊，今仔日我希望各位大德啊，用着过去疼惜连发来的心情，继续来疼惜我的后生明昌啊。啊，让伊会当吼有机会继续来替咱地方上的乡亲服务，哈，拜托拜托，啊，多谢。
大爱，你讲安尼就伤过客气啊！过去这几年，庙里俩你安尼出钱出力，大家拢甲你作恶路哩。所以讲，看到你的面子上，要来支持明昌，这嘛是应该啊。要唔过为了怕大家讲你的私心伤过重，所以讲，即摆选主委啦，我嘛替我家己提名出来参选。大，阿我讲安尼，你唔知有问题无？当然无问题啊。阿呢，天辉，麻烦你将我的名写起。金宝，准做老虎的豆腐你啦，我厝内还够三票。今仔日准做，予人讲我歹食款，主委这个位啊，你也免想要加摕去。即摆大家开始准备投票。等下，各位，阮大安呢，这几年做主委呢。庙里的钱呢，伊是安尼清清楚楚，一角银都无去顶搭着，所以我呼吁大家呢，下一任的主委呢，钱方面嘛是同款清清楚楚啦，啊，哎，当然哦，这也着搁讲，哪咧大，庙里有一条小路，我是希望你伫下任进前，向大家呢讲一下清楚的，较袂让大家带着困扰。莫姐啊，咱即摆是要改选主委，你念的动这念的动那，安尼影响改选程序哦。我咧讲代志，闽南人点点。莫姐啊，我咧讲的代志，你敢不知道主委是无？无，可以讲啦。各位，这是庙里的笑话。明昌去酒店啉烧酒，无庙里的笑。我是希望呢，你来向大家做一个交代。这条笑呢？确实是有订单，这个我爱甲大家解释一下。因为之前我的身体无好，人无爽快，我叫我的后生明昌请委员大家去吃饭，是要感谢大家这多年来对我的支持。可能是明昌吼无细腻，将这条线吼啊提对庙里家来，所以这点我爱甲大家回一个实例。是啦是啦，各位乡亲士大，啊，明昌请委员食饭饮酒哦，迄所在是我安排啊，我地头就较清楚，唔知迄个订对所在是五六场所，这是我的疏忽。迄天的孝单嘛是我处理的，真无拄啊好。迄阵啊，阮食身体无爽快，啊，庙的孝目拢是我替处理的，我一个无注意，啊，迄天的孝单哦，夹在庙的孝铺内底。这是我无细腻，唔是民众挑故意的。迄条线我会报转的，请大家原谅我的疏忽。各位，阮大拄只呢，向大家已经解释清楚啊。拄只我所讲这个代志呢，我嘛希望大家呢，会用做一下公平，所以我就袂阁讲落去啊。大，你先继续。该算的代志，歹势耽误大家时间，咱即马开始无记名的投票。
现在咱就开始进行开票。李明昌一票。李明昌一票。谢金茂一票。认真打拼，把咱的庙呢，香火兴旺。哈哈哈！我今日跟大家来去大殿，把蒋新明烧一下香的。不过我当选的好消息，等下我就等你来办理告假，我先告辞。金宝，你敢反背我？啊，我唔是伫反背你。之前我为民事兄，知影民昌又没有钱，请委员去酒店饮酒，我就开始嫉妒啊，敢搁要支持？你这个笨手啊！民昌，民昌，你别杀人！我老公请民委员，肯定不是我。民昌，民昌，这个，这个。你想要做庙主位，只要我安尼做，你让我为外人去，甚至拗苦来给民众跳。哼，你搞掂去，阮家代志，无需要你这外人插嘴。无唔对啦，我是外人，也毋过是正囝婿呢。你想要选议员，只替你徛台；你想要大陆做生意，只替你去拍头阵。只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敢反背伊啊？好啦。阮大变家呢，就是因为你啊！我，因为你妈妈，一天到晚把身躯比西人，西人讲爸相信你，叫你靠甲面枪。啊，不过你一方面教派面枪，一方面搁甲庙的代志，在你的手头，你搁利用阮爸你第五的名声，搞你的小行生意，啊，搁一步一步来，想要利用面枪得到好处。所以面枪注意选无掉，就怪伊随同遮来。是啊。你咪明阿兄啦，酒量代志是我家己讲才叫设计去的啦，真正害我选无掉的啦，是志夫，别人伫咧破病时阵，叫我去华罗庙的代志，结果志夫煞袂喘的，结果恁两个就做伙逼我，爱我甲主位为你何志夫，甚至台北还金铺啊，还佫所有权证来甲阮条件。结果爸平安无代志，
恁无得逼我。为迄个时阵开始，恁就拍算反背吧？按什么要叫落来？背负这尊位啊！哎，啊，恁两个是讲煞袂啊？啊？难道本来就是互恁两个摆了了？即摆还怪恁姊啊？美少，咱们上来。之前的主任委员一定爱和明昌我做，因为我要开发商店街，我要留一个好名声，和地方上的人甲我合作。虽然讲我无讲出嘴，你若咧选议员的时阵，我无提你想要提什么人，结果你看我无出声，你就去支持金毛啊！啊！我真正是饲鸟鼠咬布袋啦！之前你选议员做生理，我开在你身躯的钱，迄拢是白开的啦！爸，你莫阁卖水动啊啦！事实上，勉强并无这个年龄当坐主委这个位啊。水动来到勉强，你唔若袂当有一个好名声，你迄地方人甲你侮辱，你敢有一个臭名呢？啊！你水桶嘛，应该投废票啊！伊哪会呢？支持金毛啊，这种人出来做主任委员，啊？水桶错个这么转，你搁替伊讲话？王辉，王辉，我昨暗跟你讲这么侪话啦，无猜我的苦心啦，我唔捌跟你讲过话，拢讲给你听，你还搁袂当照我讲的去做。我饲你这个查某囝，真正是彻底失败了。我猜，我用心计较所饲的，结果是你这个查某囝惨。爸，我失望，我对恁两个阿母彻底失望了。阿姐。爸，姐，爸，姐，妹，这里，姐，阿爸，阿姐。伤心啊！我嘛唔知影讲代志要到遮严重，对爸，我嘛感觉真歹势。也毋过爸即卖上好医生来照顾，我相信一定袂有代志啊。你这真死啊！勉强，你莫安尼啦。你莫叫我，你无资格做我阿姊啊！爸人即卖昏迷不醒，搁在咧搞我爸爸，是啥人造成的？就是恁这两个幺爸啊，背过来阿要煞害啦！我事先唔知影，谁都应该骗得好金毛姐啊！你阿母逐天苦到甲做伙，你会唔知影？会骗鬼哦！水桶，你今天我开水啦。姐啊，这个时阵恁阿母敢有需要搁搬戏？我想搬什么戏啊？你免对我大声啦！你敢知影姐是安怎会倒落去？伊毋是生气，毋是硬心，是因为予家己亲生查某囝甲囝婿反背出卖，才伤心才倒落去。明秀，你哪会做这款代志啦？你是你爸的亲生查某囝呢，无彩伊遐尔啊疼你，平常时拢在替你设想，
你今仔安尼反背伊哦？我无，阿姨，我真正无。你搁讲无？是你个，讲阿姨阿兄不是家己啦，恁才是家己啦。结果呢，阿兄这个话啦，煞把叶片转给我。恁这两个敌人，煞把叶片转我个敌人。明昌啊，我把票转给别人，嘛是我的苦衷啊。我今日来做主意哦，会变成三宝的家里人啊。你莫搁当要杀人啊啦！这根本拢是你计划好的，是你杀人明昌请遐委员占酒店，这让社金无徛了空。你根本就是一个当机一个倒头，要把明昌救落来。你认为这间庙是恁爸交予织啊？织啊应该交予你接着。结果，只要选择明昌，你用怨妒，这想空想胖要报复。还佫有，你早若是去予明昌做主委，有织啊看真久啊，你就无好空通摕。所以甲社金无交结，安尼以后要乌钱较有较方便。三宝，饭会当家食，话是袂当我白讲的，啊？你安尼搞中伤是啥意思啊？主席就是安尼，敢说我中伤？迄天我大家才哩怀疑，社金无讲话，才哩红声是甲天公伯啊照打。今麦我才知影，原来伊就是靠说有你做内参。你敢听伊？你声声句句讲我甲金无钱交结，你敢有证据？这敢要啥证据？咱厝内是无内产，社稷无迄本小簿是对倒位来？到即摆为止，庙小簿拢是姐一个人咧管的。你讲，这到底是毋是你交给证据？还佫有，迄本小簿是姐给你，还是你偷摕？你讲啊！都是你，你搞坏个证据。林秀啊，你听我讲好无啊？来生最